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核弹雄兵，核弹跌辣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核弹各部，在后梁精明二年，即是公元916年，自称皇帝。核弹人在耶律阿保机领导之下，由一个部落林立、力量分散的游牧民族，逐渐变成一个号令齐一的君主专制国家，而且不断向四周围的地区扩张，实力不断增加。耶律阿保机不但希望征服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，例如系人、塞韦人、达坦人、左卜人、于厥人、吐浑人等等，而且更希望吞并中原，成为天下之主，所以他自称天王王。但是当时黑丹的国力仍然未足以并吞中原，因此阿保机不断出兵攻略邻近的游牧民族，臣服了不少部落，掳掠了不少奴婢牲口，而且还趁着中原的后梁和后唐长期交战，乘机出兵入侵中原的幽、屈、新、余、武等州，即是今日的北京市和北京市西北方的屈原、宣化原、元庆原一带，又曾经占据了幽州东北方的平州、瀛州、滦州，即是今日河北省唐山市和山海关之间的卢龙县、昌黎县、滦县一带。于是黑丹骑兵对后唐的北方边疆威胁极大，后唐庄中先后派遣大将周德威、李全巨、赵德军等人镇守幽州，阻止黑丹骑兵南下中原。但是黑丹骑兵仍然多次突破幽州的防线，侵扰幽州以南的涿州、益州、定州、镇州，即是今日河北省中部的保定、石家庄一带，掳掠人口、粮食、财物，令到后唐大为困扰。后唐庄中同光元年春天，核弹骑兵在耶律阿保机的仔耶律尧骨率领之下，深入后唐境内，占领了平州，又袭击幽州以南的农村，但是被后唐击退。同光三年春天，核弹骑兵又攻击幽州以南的涿州，后唐大将李自元领兵将核弹人驱逐出境。核弹屡次袭击中原失败，耶律阿保机感到核弹的实力仍然未能够与后唐对抗，于是召集他的亲信酋长、将领商议扩充实力的方法。各位，这几年来我们黑丹骑兵屡次深入中原，都受到中原人阻挡，不但止不可以渡过黄河攻入开封洛阳，就算在河北亦无法子占据一处立足之地。各位有什么征服中原的策略啊？启禀父汗，孩儿认为中原人以耕种为生，我哋黑丹人逐水草而居，行动飘忽。我哋可以喺每年秋天，趁中原人收割粮食，出兵劫粮，令到佢哋生计困难，人丁损失。咁样几年之后，中原人逐渐衰弱，就唔可以同我哋黑丹勇士对抗啦。尧骨所讲的确有道理。启禀黑汗，微臣韩延辉认为尧骨王子所讲虽然有道理，但是中原的地方点止幽州、平州？中原土地中横万里，有三百几府州，今日虽然割据分裂，但是河南、河北、河东关中百几个府州、百几万户
千几万侯仍然由李氏控制。黑旦骑兵虽然勇猛，但是只得几十万人，几万壮丁。就算每年劫掠幽州，对中原来讲，只不过等于大海损失几桶水，谷仓损失几升米。试问点可以令中原削弱呢？韩先生是中原人，当然是不希望我们黑丹人损害中原啦。微臣替黑韩效力多年，点会偏帮中原啊？冇错，韩先生讲得啱。侵扰中原的边疆是不可以削弱中原的。中原地广人众，凭我们黑丹人今日的力量，的确是不可以吞并中原的。韩先生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呢？微臣认为，只凭黑丹人的力量，的确不是中原人的敌手。但是如果集合大漠南北各部族的力量，就可以同中原对抗。集合大漠南北各部族的力量？没错，自从八十年前回鹘黑汗被核家斯人打败之后，大漠南北各部族各自为政，而且经常互相仇杀。如果黑汗能够令到这些部族归附，他们接受黑汗的号令，那黑汗的实力增加何止一倍啊？是吧，富汗，韩先生所讲的确很有道理。那就由孩儿领兵西征，招降大漠南北各部族啊。姚骨，你的确勇敢，为父任命你做天下兵马大元帅，领兵先行。遵命。启禀父汗，大漠南北各部族都已经先后归附我们黑丹国，有几百位酋长跟随孩儿来到林王朝见父汗。好好，父汗，他们已经在帐外等候朝见。父汗请看看，他们之中有漠南的达坦部，有漠北的左卜部、迪列八部，有挖烂河附近的查扎辣部，有薛灵哥河附近的梅里吉部，还有金山附近的黏八葛部，他们一起在帐外恭迎富汗。嗯，好。黑汗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好，好，姚骨，你的确做得好。各位，我们同心合力征服天下。大漠南北各部族的酋长已经归附我们黑丹国，我们要征服中原，今日已经是时候了吧？启禀黑汗，今日还未是时候。哦，还未是时候？是。为什么？我们兵力已经足够，难道还不可以和中原对抗吗？我们的财力还未足够。财力？没错，中原地广人众，黑汗虽然有强兵勇将，但是要征服中原，恐怕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大功告成。黑汗必须有充足的财力物力，
然之后先至可以同中原人争持到底噶。嗯，要有充足嘅财力物力。韩先生，咁边度有呢？黑丹国东边嘅渤海国，东南边嘅高丽国，都系人口众多、物产丰饶嘅国家。如果黑韩先并吞渤海、高丽，咁两国嘅财富就可以供应黑丹啦。系喎，先灭渤海同埋高丽。渤海国系我哋黑丹人嘅世仇，我哋可以先灭渤海，再取高丽，然后南下中原，征服天下。渤海国是一个由抹喝人，即是女真人所建立的国家。抹喝人汉朝以前称为肃慎人，南北朝时代称为密吉人，到了隋唐时代称为抹喝人。抹喝人世代居住在长白山、松花江、牡丹江、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，即是今日的吉林省、黑龙江省南部和苏联的东海滨省一带。抹喝人在这个地区以捕鱼、打猎和采摘森林里面各种果实、药材、菌类为生。由于抹喝人山居的范围广大，所以分为七大部落，即是黑水部、白山部、浩室部、博敦部、忽烈部、安居骨部同埋肃末部。其中肃末部散居喺松花江上游，即係今日吉林省嘅吉林市桦甸县一带。由于比较接近高丽国，所以受到高丽国嘅控制，但係文化就比较其他六个部落进步。隋炀帝征伐高丽嘅时候，有一个叫做特地溪嘅末喝肃末部酋长率领千几户族人投奔隋朝，隋朝将他们安置在辽西地方的瀛州，即是今日辽宁省朝阳市附近居住。这一支抹喝人汉化的程度比较深，他们开始以务农为生，懂得使用中国文字，信仰佛教，而且他们的酋长世代接受唐朝的官职。到了武则天当权的时代，黑丹酋长李俊忠、孙万荣起兵反唐。由于瀛州位于黑丹人游牧地区的南方，这支抹喝人受到严重的侵害。有一个叫做黑黑众将的酋长率领族人重返故地。黑黑众将的仔叫做大造荣，开始在牡丹江上游，今日吉林省的敦化县东牟山上面建立了一座山城，自称镇国国王。镇国是东方之国的意思，当时是武则天圣历元年，公元698年。几年之后，唐中宗复位，大造荣接受唐朝安抚，受封为渤海郡王、忽汉州都督。于是大造荣所建立的国家正式称为渤海国。到了大造荣的仔大武艺的时代，不断向外扩展，征服除了黑水部之外的其他几个抹喝部落，又出兵臣服了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旭追人，控制了今日北韩的咸镜南北道、两江道一带。大武艺的仔大阴谋模仿唐朝的制度，设立各种官制、兵制、赋税、财政、法律、教育、科举等等制度，又将全国分为五经、十五府、六十二州、一百几县，又在牡丹江中游，今日黑龙江省最南面的宁安县境内，模仿唐朝首都长安，建筑一座新首都，称为上京龙泉府。时至今日，古城虽然已经荒废，但是仍然保留一些痕迹的。由于大造荣、大武艺、大阴谋三代国王的经营，
渤海国成为东海胜国，即是东方的强国。渤海国除了同唐朝保持密切的政治和文化商业关系之外，还经常派遣使者僧人到日本和新罗访问。渤海商人亦都将唐朝的书卷转销日本新罗，因此日本和韩国的史书有不少关于渤海国的记载。契丹人在渤海国以西游牧，经常入侵渤海国的州县，於是契丹人和渤海国成为世仇。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大漠南北各部落之后，打算进一步吞并渤海国扩充实力。在这个时候，由于中原大乱，而渤海国南面的新罗国亦都因为分裂而长期混战，令到渤海国的贸易陷入困境。加上渤海国的贵族逐渐腐化，而且沉迷佛教，渤海国已经潜伏了不少弊端，变成外强中干。渤海国王大恩赞听闻契丹准备入侵，先发制人，出兵攻陷契丹的辽州。耶律阿保机乘机反攻，亲自领兵长驱直下，攻陷渤海国西部重镇扶余府。阿保机的仔皇太子耶律突欲、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尧骨率领契丹大军围攻渤海首都，渤海国王大恩赞投降，渤海国灭亡。当时是契丹天显元年，亦都即是后唐明宗天成元年，公元926年春天。渤海立国一共是229年。契丹灭了渤海国之后，耶律阿保机将渤海国改称为东丹国，封他的大仔皇太子耶律突欲做东丹王，统治渤海故地。但是阿保机本人仍然率领契丹兵马坐镇渤海故都龙泉府。韩先生，各位酋长，各位儿痴勤，渤海人真是不堪一击。我哋契丹大军出兵只不过一个月，就踏平渤海国。渤海国王已经向我哋契丹人俯首称臣，我哋要征服天下，真系指日可待啊！大汗万岁！各位。按照我哋契丹人嘅惯例，渤海国王嘅亲戚同埋各地嘅首领都要押翻去契丹国，分俾我哋做奴仆。多谢阿王。从今之后，渤海国就系我哋契丹嘅国土，我哋要将呢度地方称为东丹。我翻去临王之后，东丹国就由我嘅太子突欲治理。达玉，系二在，你要好好地看管渤海人，每年按时将粮食同埋财物送翻去林王，知道吗？孩儿遵命。嗯，不过孩儿认为要治理好东丹国，应该沿用渤海嘅旧制度，而且要起用渤海人。啊，假如改变太多，孩儿恐怕好难令渤海为民心服啊。你讲得都有道理，好啦，咁就照你嘅意思去做啦。谢富汗，启禀克汗，中原派咗一个叫做姚坤嘅使者嚟朝见克汗，林王嘅官员已经送咗佢嚟东丹国，等待克汗召见。啊，中原有使者嚟朝见？系，嗯。中原人梗系想探听下我哋嘅虚实。好，我哋已经并吞咗渤海国，正好乘机向佢哋显示下我哋契丹人嘅威势。听朝一早带佢嚟帐中相见。遵命。韩先生，在，你要做我嘅翻译。啊，微臣韩延辉尽力替克汗效劳。
你就是中原派来的使者姚坤。没错，大唐天子派微臣来向黑汗问好。哦，多谢中原天子。我听闻最近中原河南有个天子，河北又有个天子，究竟点解呢？启禀黑汗，河南的天子已经在四月初一死于乱兵之手。啊，至于河北的天子，原本是河南天子的义兄，因为河北兵乱，奉命安抚河北，由于得到将士拥戴，在魏州即位。他听闻河南天子遇害，已经领兵平定动乱，顺应民心，在洛阳正位。今日中原已经太平无事。嗯，讲得好。河南天子是河东晋王的骨肉，我曾经同河东晋王结为兄弟，咁河南天子就等于是我的子侄，他死于横祸，未免可惜。如果当时我及时领兵南下，就不会有咁嘅灾祸啦。中原嘅事，岂敢劳烦黑汗？我嘅子侄死于非命，我阿保基有权过问，而且今日嘅中原天子未向我禀报，擅自抢夺河东晋王嘅天下，于理不合啊！当今天子追随河东晋王四五十年，与先帝情同骨肉，而且领兵二十多年，官至大总管，手下有精兵三十万，又得到将士拥戴，万众一心。当今天子应天顺人，点可以话抢夺帝位？微臣敢问黑汗，当日黑汗由姚敛氏手中取得政权，是否可以称为抢夺？咩话？哼！中原使者，你要小心讲话。帝玉，由得佢讲。想唔到中原仲有咁大胆嘅使者。黑汗过奖。河南嘅天子虽然系我嘅子侄，但系佢屡次同我作对。今日嘅中原天子如果愿意同我黑丹国修好，我亦唔会推辞。微臣今次奉命出事，就是希望同贵国修好。好，好。如果中原天子将大河以北割让俾我，我保证黑丹人以后唔再南侵。割让河北，冇错，恕难从命。咩话？何况事关重大，微臣岂敢作主？好，咁割让幽州亦未尝不可。黑汗，微臣出使贵国，目的是同贵国修好。黑汗一味逼我哋割地，请问有乜嘢用意？我黑丹骑兵已经踏平渤海国，如果中原天子唔愿意割地，咁你翻去对中原天子讲，我会率领三万兵马去幽州同佢商议盟约嘅。好。微臣一定请中原天子好好准备，随时恭迎黑汗。耶律阿保机吞并渤海国之后，有进一步吞并中原的野心，但是几个月之后，阿保机返回临王途中忽然染病逝世，当时是55岁。阿保机两个仔，东丹王耶律突玉和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尧骨，互相争夺黑汗的地位。中华五千年之黑丹雄兵，是由李登能、刘超文、张建浩、钟伟明、陈炳球、蔡雅阁、温泉、翟耀辉以及林有荣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